真正重感情的。嗯，你瞧，又说到我了。你这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么有钱，嗯，没有成为一个坏孩子，不容易。我人倒是没挑，他爸爸管得严，他爸爸那倒是啊。他爸爸那会儿蹬自行车呢，啊，后边坐着他，送我。老头骑着车，那个老头哼，嗯。骑着骑着他淘气啊，脚别在车轱辘里边了。小孩太淘，车不能动。哦，要是那些个庸庸碌碌的家长非得下来，嗯，怎么样儿子，疼不疼啊？哦，人他爸爸没有，他怎么办了？骑着骑，嗯，我感觉到了，别上不能动了，怎么办呢？站起来蹬。哎呵，哎呀，我活这么大不容易啊，还站起来蹬，那脚就下来了，那么的不溺爱，这叫摧残，这是什么叫溺爱啊？不溺爱啊啊！考试的时候，哦，我要考一60分，是，我妈就带着我上庙里烧香还愿去。哦，及格了，那重塑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嚯，他考99分，嗯，不敢回家，啊，也是残疾人要强，我们这是。脚都没了还不好好学去吗？拿这考卷99分，嗯，哭着往家走。是到家门口，他爸爸正遛狗呢。哦，门口站着呢，瞧见我了。多少分？上来就问。99。哦，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抡这狗打脸上。我爸爸拿狗打我。嗯，连人带狗都懵了。狗招谁惹谁了？这个，就这么一个家庭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，这得费多少狗啊？嗯，重情，嗯，有钱啊，但是还有情，哎，情义无价。那这点也是随他爸爸，是吗？他父亲年轻的时候，嗯，只要眼睛看得见的女人就爱，哎。这叫重情啊，啊，这能叫重情？看得见就爱。后来家里人给他爸爸把头发剃了，送到庙里当和尚去，出家了。一上午爱上6个上香的女施主，嘿，好，要疯这是。谦儿好像在6岁的时候啊，爱上了他的表妹。嗨，那不懂事儿。表妹叫绿茶。哦，绿茶婊啊。这词儿我明白啊。表妹说，不行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小姑娘懂，你是我表哥。哎，又何况，嗯，我长大之后是要嫁给王子的。怎么那么大信心就要嫁王子呢？小姑娘嘛，哦，要嫁给白马王子，我嫁王子。怎么又？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会成功的。怎么？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拿得远。拿筷子远代表什么呀？民间传说啊，拿筷子近。嫁的人就近，哦，拿得远，嫁的人就远，有这么个说法。哎呦，表妹拿得远，信这。到后来两根筷子接着一块儿，嚯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。哎嗨，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，一晃就长大了。嗯，后来跟我们嫂子结婚。哦。在认识嫂子之前，我如果没记错，嗯，谦儿哥好像就交过一个女朋友，那也正常的嘛。哟，太不容易了！我跟那女朋友，那当然了，就交往过一个，那个我还见过一回，那个，哦，谁？那个女朋友叫彪子呀，嗯，是叫彪子，是叫我女朋友叫彪子是吗？是超子呀，是啊，就还多不如彪子。彪子，行了行了，就高子，就这女朋友就行了，彪子吧，彪子，别说名字了，彪子吧，嗯，挺好看的啊，啊，嗯，身高什么前后上下好像都一个尺寸，好，改汽油桶了，哼，一脸的护心毛啊，什么长的这是，可好看了啊，哦，他俩人那会儿挺恩爱的，我还爱他呢，俩人找那个喝奶茶的地方，嚯，一人一大杯奶茶。珍珠奶茶，一大杯奶黑珍珠奶茶，插一吸管，嗯，抱着，做一对脸儿，对着，咕噜噜噜噜，这是，这是喝呢，这是吹呢，嗯，俩人单纯啊，可爱，非见一脸不可，
心啊。姑娘看看他，彪子，啊，别提彪子了。倩儿，火，倩儿，这是敲门那大姐姐吗？那是。我见过的女的怎么都这声儿、啊？倩儿，倩儿，看看他。嗯嗯，喂，长反了。我怎么那样？他怎么这样？什么事儿？哎，这不行行，不是啊，咱别这么秀气行吗？哎，这，倩儿，嗯，待我长发及腰。那时候他就会这词儿，就这两年网上才有这词儿。嗯，十年前人家都玩过了。我们互相说呀。啊，嗯，待我长发及腰，我得回答他呀。谦儿乐了，嗯，拉屎要撩。哎，嗨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俩人乐的都不行了，就乐这个呀。嗯，彪子说讨厌啊。啊，哎，嗯，那个，假如我。假如啊啊，我又丑又笨又胖又傻，哦，你还爱我吗？我说什么？谦儿乐坏了啊！干嘛假如啊？啊，就是啊，啊，就是这样啊！呜、哦，别吃了啊！正说着呢，人彪子呛着了，哦，喝快了，哎，喝快呛着，嗯、啊，大黑珍珠顺着鼻子眼噼啪的噼啪，哎呀，这呛太厉害了，这个。一桌子呀、啊，啊，一点没剩，全是啊，啊，把谦儿乐的，哦，哦呦，啊，别吃了，行了，太恶心了你，没脏没净啊，太恶心了，那是啊，彪子也瞧不了了啊，哎呦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，太脏了，哭了，哭了，站起来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上去，我把门夺回来，哎。他抱着门跑的，合着是这么个夺门而出啊，这都是年轻那玩意儿啊，哎，到后来遇见嫂夫人了，嗯，俩人结婚了，我们俩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，老话说得好，俩人感情特别的好，嗯，刚才在后台换衣服啊，得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换演出的服装，就是啊，我一看我都感动了，怎么感动？他跟他媳妇儿，嗯，俩人穿情侣裤衩，嗯、还有什么说的？你先等一会儿，人去，哎，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！嘿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？别想，别想，嗯啊，怎么着？高峰跟我说的。哎，好。合着就瞒着我一个人了，这就说俩人感情怎么那么好啊？这是好吗？真的，这些年我跟谦儿没抬杠，没拌嘴，没吵过架，没红过脸，都是嫂子在里边给我们互相劝，哦，调节这事。那年我们俩走到北京王府井啊，北京王府井就跟重庆解放碑似的啊，那热闹，热闹人也多。嗯嗯，我们俩聊天就说到一段相声作品，哦，研究。我说这个结构应该就像穿衣服一样。怎么呢？一层一层把它套起来。哦，谦儿说不对，我的观点是，他认为应该像脱衣服一样，嗯，一层一层脱。哦，包袱。我说你说这我都没听明白。怎么？他急了，嗯，我脱给你看。我干嘛这么执着呀？我这脱个一丝不挂，光着了。王府井啊，好几千人呢。嗯，关键。三九天呢，还是冬天呢？哎呦，把我臊的啊！抱着他衣服就走了，缺德不缺德呀你？你害臊抱我衣服干嘛呀？嫂子给我打电话，啊，他媳妇给我打电话，干嘛呀？你缺德不缺德？骂你了吧？啊，嗯，他已经冻得肺炎了，是啊，住医院了，肺炎了，怎么办吧？啊，我说没事儿，怎么？八宝山咱有朋友、哎、啊。怎么着？这肺炎就要烧啊！让他自个儿走着去，咱省车钱，好不好？好家伙，算计太细致了！别那么些废话啊！你上家来一趟吧。哦，我得好好说说你。就是批评一下。去呗。嗯。到他们家。嗯。于谦的家。是。伸手敲门。嗯。啪
啪啪。你敲门换个门声行不行啊？啪一下，一敲门里边出了人了。听声音就是嫂夫人，怎么见得呢？一边走一边还唱着呢。哦，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，哎哎哎哎，情人郎你老没回来，哎哎哎哎，解开了香罗带，我是露出了兜兜来，脱毛裤穿上。什么叫脱毛裤了？你这门分左右啊，嫂子出现了。嗯，嫂子穿着一超短裙儿。什么天穿超短裙儿？在家里怕什么呀？怎么叫超短裙？所谓超短裙不能太短。多短？到锁骨。啊？这不叫超短裙，这叫假领子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上边这边啊，在这个锁骨这上。谁问上边？我问下边。下边在锁骨的下边。还是那样吗？没有啊，嫂子，嗯，见嫂子规规矩矩的。哦，那是。老话说得好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这对呀，嫂子好，哎，鞠个躬，大家闺秀嫂子，嗯，客气。说什么呀？死鬼！哎，这怎么这怎么不上家玩来了呢？玩什么呀？对，来，这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哎，进来了啊！哦，把门关好，插好插销。是。干嘛还插插销啊你？你吃饭了吗？我说没呢，嫂子。哦啊，来先吃饭啊，吃豆腐吧，好不好？啊、吃什么豆腐？他会炒菜，麻婆豆腐、红烧豆腐。哦，豆腐，蒸了一盘金华火腿，还有韭菜，吃吧。嫂子，这是什么呀、嗯？这你不认识啊？什么菜？有一腿。不是你们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是吗？你们就不避讳避讳吗？你先吃着啊！啊，我给你包饺子吧，好吧？你这吃的还挺全，兄弟。嗯，好吃啊，嗯，不如饺子。啊，好玩啊？怎么着？可不如包饺子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这，我得说说你。啊，你不该跟于谦吵架。哎，正事。他现在住院了，如何如何？当当当当当。对，这个道理说的，哎呦，是吗？哎呦。这是我的错，心服口服。哎呀、嗯、嫂子，嗯，说服了我。好开心啊、哎、你是好开心、哎、我怎么这么别扭啊这个耶。哎，行了、嗯、不用天真，行了，回去吧啊、嗯、我回去了。这之后嫂子又得说他，还说我，批评完他还得批评你。怎么了？多大人了，王府井自个儿把衣服脱了，抬杠吗？丢人不丢人呢？是不是 啊？你们以后好好说相声，别弄这没用的。哦，尤其于谦，你看你这三大爱好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是吧？别提这，无论到哪儿一说，人都知道。啊，你不信？你看 啊，三大爱好。嗯。耶！哎，这大伙儿都明白，对不对啊、嗯？你这有什么好处呢？是你以后别抽烟喝酒了啊！啊，那什么。我给你弄点什么零食小吃吧。哦，拿这借一借。嫂子真贤惠。哦，不让抽烟，不让喝酒，嘴里不能闲着。那怎么办呢？给他炒黄豆吃。炒黄豆。哎，白天忙活一天，到晚上睡觉前，嗯、大铁锅炒十斤黄豆。还真没少炒，十斤。哦、每天晚上十斤黄豆。一天一十斤呐。啊，每天十斤黄豆。哦，吃吧，嗯、吃完渴呀。叫水啊。那个。桶装水得一桶半，那是，我也不知您哪位是科学家啊啊，十斤黄豆一桶半水，嗯，在肚子里边，就这一宿的功夫行开了，好家伙，还行呢，比炸弹都厉害啊！每天他们家早晨凌晨五六点钟，嗯，于谦一使劲，哦，叮当，大的令踏令定踏。华蓥山没有人唱，没有人听高峰刚才唱来的，他唱我放出一副板来，是怎么着、啊、嫂子比他一般都得晚起20分钟，干嘛？一苏醒的过程。哎，熏晕了，那是打磨打磨脸上的灰、嗯、没有那么大土才起来啊。
开始还能接受，后来就不行了。怎么？谦儿，我求你了，咱不吃黄豆了。啊，已经上瘾了。哎，好，我这上瘾了，比抽烟还过瘾。那是，痛快呀。啊，是啊，必须给我炒。哦，不让吃黄豆，日子不过了。非得吃不可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一晃就吃了半年呢。好家伙，嫂子恨得都不行了。嗯，天天炒黄豆，你就吃吧。啊，吃完你就放吧。啊，你早晚把你那肠子放出来啊。解着恨呢。你说你这，他也不往心里去。啊，一晃将近一年了。哦，这天早上起来，嫂子给他做早餐。什么早餐？北京的名小吃叫卤煮。啊，就是卤煮小肠，猪肠子。对，洗的猪肠子，突然间想起什么来了？我老骂他，我说你会把肠子放出来，他也不信我的。嗯，干嘛呀？我把这肠子给他搁被子里边啊，他放完了，一看，得吓死。呵，以后就不敢了，太缺德了，一挂猪肠子呢啊，二十来斤的列位，好家伙！擦干了这一大捆啊，嗯，拿到屋里塞到被子里，呵，嫂子噔噔噔就跑出来了，嗯，在厨房那包葱包蒜，等着等着，嗯，听屋里边叮当，嗯，打住了，门开了，嗯，于谦的脸探出来了，脸惨白呀，吓得呀，啪门就关上了，嗯，二十分钟，嗯，门又开了。松口气，媳妇儿 啊，你老吓唬我说把肠子放出来，我都不信。是，今儿你猜怎么着啊？真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别担心。怎么呢？我又给它塞进去了。我去，相声都是编的，真是。刚才这真的，谁到我这儿都改真的了？就爱跟谦儿哥一块儿说相声，挺好玩啊。因为实在没有比这个行业更让人开心愉快的，是是不是？爱这个，一听一乐。嗯，出了这个门，不用记住任何一句话，是吧？千万不要上那些人的当。哪些人呢？好多人都是，哎呀，这段相声我听完了，我到死我都没有忘记。这对您是个多大的伤害。还有的人，哎呀，这个相声不好听，嗯，我这个出门我都没有记住。废话，你记住了我吃谁去啊？有实话，就是一听一乐的事儿，就高兴嘛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这个人呐，其实都不容易。是，你说谁活着容易啊？缺车的，缺房的，缺钱的，缺德的，是吧？啊，都有。不管你缺什么吧，嗯，坐在这儿这几个钟头哈哈一乐，嗯，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，就很好了，调整一下。你别得非得，哎呀，你看我都四十了哈，我还不知道我下半辈怎么活了，嗯，我去听听这几个说相声怎么教育我吧，啊啊，我要如何如何，这活得太累了，是，哈哈一乐就很好，嗯啊，三尺舞台它不是讲台，嗯，说相声都讲课了，还要学校干嘛呀？嗯，开心就好，是啊，没错。整个德云社好几百人，嗯，其实谦儿哥也好，老高这些位都没少给我帮忙，不敢当，因为什么呢？大部分都是徒弟们、孩子们、学生多啊，嗯，就是我们这个辈分的人不多，哎，啊，在中国相声界，我们算是第八代的演员，对，啊，其实当年最早应该算是第七代，那怎么就调下来了？我们这行有祖师爷吗？嗯，精神上的祖师爷是汉朝的东方朔。就跟木匠都供鲁班那个道理是一样，是是。但你们谁见鲁班没见？精神上的祖师爷，我们这行有，汉朝有一大臣啊，这人叫东方朔，哦，幽默诙谐，说相声拿人家当祖师爷。哎，现实生活中有一祖师爷，哪位？叫朱绍文。哦，清朝末年的人，嗯，是他，等于第一个算是把相声逐渐的规范。哎，艺名叫穷不怕。是的，从他老人家那儿论，我们是第七辈演员。哦，后来不哪儿出了几个专家，嗯，啊，说我们又查了，哦，有一本书上说了，朱绍文走到街上，看见一个叫张三禄的人，喊了一声老师，哦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张三禄算是你们的祖师爷了。
就改了。我们这行也随和，那行，那多一个就是一个吧。啊，什么就多一个？我也不知道朱绍文都管谁叫过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去问，不管是马三立先生也好，这些个前辈大家嘛，人都说从朱先生那儿开始拎，啊，就是不怕，就出了一帮专家给我们这儿霍霍乱了都啊、嗯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吧，这行到今天一百来年了，嗯，啊，就是我们给您快乐，您给我们饭吃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包括谦儿哥，包括高峰，我们这都跟一家人是一样的，这关系是挺近，尤其是我跟嫂子呀，我们这个别提他。你老提他干嘛？包括高峰，高峰媳妇儿，其实我们也都挺好的。啊，他媳妇儿，高峰，我要证明一下是怎么着？来来，兄弟，来一块上这儿聊会儿天。哎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小孩呢。对对吗？对对对。那会儿高峰才这么大。哎，好，像话吗？那小脚丫才这么大啊！您说明白了，这一晃。这么大高个儿怎么办呢？刚才在后台看，这上面都卸顶了。他还能从上边看？那错不了啊！他跟这跪着呢。我一看，哎呀，我怎么了？起来吧，给我拜年呢啊！来的时候还小孩，就是一晃，现在他那闺女满地跑。对，他媳妇儿原来是我们这儿主持人，哎，也不怎么就落他手里边了。这叫什么话？生孩子还给我打电话呢。嗯，他媳妇儿。哥，那个生了啊，我好喝，给您道喜。就是那个是个闺女，对不起了。我说嗨，没事，男孩女孩无所谓，挺好啊。那我挂了，高峰来了。对，嘿，电话就躲我呢，合着。我们是一大家庭。哎，是够大的大家庭。嗯，在北京，我住在北京的锦北边。对，他们俩住在北京的锦南边。我们离得近。那个地名叫天堂河。哎，您说那是公墓？您说那离那天堂河就是公墓。对对，公墓。住八宝山还都烧了，对不对？那地区天堂阁那个地区，对，天堂阁火葬场边上有一小区，他们俩住那儿，俩人地方，一人一套烟景房。嗯，烟景房啊，我们这儿看烟囱呢，是怎么着？四季如春啊，四季如春。是啊，那可不暖和。烧人的炉子，常年给暖气啊。嗯，行了，挺好。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这哥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您太客气了。德云社擎天博玉柱，家海紫金梁。你嚷嚷什么呀？今生今世，今生今世，我是无以为报。那么您打算呢？若有来生，怎么样？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，我们呢？谦儿，哎，你就是我的大太子。多可气！高峰，我你是我的二太子。行行，您别说了，胡说八道，拿起嘴就说，端起碗就喝。啊、你这里边是什么呀？真是的。说实在，真能给人气乐了，我可不得胡说，没有任何根据啊！对呀、啊，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呢？对不对，朋友们？你哪儿？你大太子，你二太子，根据什么呀？一二三，您说出来呀、啊！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疯了吧你？怎么了？哪儿啊？就冲我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呢？这叫矫情啊！不是矫情，你别，我没人跟你抬杠啊！你有什么资格？有什么资格当大太子？什么叫资格呀？根据这么多观众，谁不知道？你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？对吗？混淆视听，模糊概念。谁谁呀？这合作跟排行没有关系。你二太子、三太子一样合作呀？咱不谈合作呀，就是论岁数，我也比你长几岁，我来大太子怎么了？看见了吗？我这个当个皇阿玛容易吗？是吧？对，别老俩儿子让我操心，真是啊！操什么心？你还帮着他说什么叫皇阿玛呀？这怎么了？词儿都用错了，学学历史知识，用错词儿了，你都可不是叫皇阿玛了，还皇阿玛是清朝的称呼。哎，对，大太子、二太子是明朝才这么叫呢。如果我要是皇阿玛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是大阿哥和二阿哥呀。亲词啊，就同意了啊。同什么意啊？我还没同意呢。这到清朝了，我得当回大的了吧？对吧？明朝让你大太子，朝代没关系，怎么还是按岁数立？好不好？按岁数你可以当格格，是不是？我当什么格格呀？我来大阿哥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刚弄明白。嗯，我这，咱俩都儿子了，咱们这争什么劲呢？还得跟他争竞争竞啊！这辈儿下。哎，姓郭的，朕哎，朕什么朕呢？喊陛下，陛下，我想毙了你。噗噗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怎么成儿子了？孙子呀，孙子去，
啊，孙子更不像话了。我是说咱仨不得一个辈儿吗？啊，平辈嘛。辈嘛那这样，我要是皇上话，于谦是正宫娘娘，好吧？啊，那平辈儿。高峰是西宫娘娘，我们就成娘娘。不不不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怎么了你？凭什么你是正宫啊？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？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呢？我，你这人又这套，他又这套。我说这俩娘们儿就要了我的命了，不是要命。这不就得幸福的烦恼吗？是不是？哪儿啊？正宫娘娘，正宫娘娘要求得母仪天下啊！这我这模样不母仪天下吗？我，你看他们都说吗？网上很多评论都说我母仪天下，那都你自己发的，知道吗？那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回事儿。你才长像老太太呢！我跟你那么说，老爷子，喊陛下，哎，陛下，陛下，哎，什么事？您最好立我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他也生不出孩子来。呀，你能生得出孩子来？哎，我给你托人家。哦，你有偏方？托人家。得了，别打过了啊！那谦儿，你委屈委屈吧。怎么了？你来这个西宫吧，好不好？这多好！你来西宫娘娘，我，那你来这京中第一名妓，好不好？对了啊，我下了班没事，我找你玩去。去，你要不去怎么办？我打发太监替我去啊。那更没用了。行了行了，他有偏方。这别争点这个，别争有。我那意思是说，咱仨得好啊。哎，就是这意思。怎么好呢？嗯，于老师唱个歌吧。嗯，啊，我哪儿？一点都不愣，还不愣啊！您听明白了吗？让他唱一歌。嗯，于老师最近咳嗽，咳嗽，啊，太愣了。点什么的都有，什么？一块臀部啊，臀部啊，啊，红布，红臀部啊，红臀部。后来一直就每场都要唱歌，今天实在是嗓子。就一直在感冒，一直在咳嗽，你们也看出来，这不给您送六六六了？对，那不管用啊！你翻过来看行吗？哦，这个这些日子演出也多，是演出多。然后于老师就在王府井脱完衣裳之后啊，着凉了，这是哪儿有王？其实高老师唱的也不错，我这嗓子高老师唱，谢谢朋友们，我给您唱，哎，高老师听什么吧？这样您来，哎，刚才您后台唱的什么来着？那不瞎练吗？唱了一句。啊，唱了一个那叫什么现代京剧啊？啊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沙家浜。高老师那嗓子响彻云霄。哎，我唱着玩儿。哎，我给您帮个忙吧。什么忙啊？我唱前半句，您就接最后一青松。哦，咱俩一块儿，让大伙儿听听你唱的多高。没问题。好，就这么办了。我都没听过。您高点起啊。特别高啊。您评价。要学那。客气。要。一要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看，怎么了？你来到重庆，你不卖力气是不是？你高点调门啊，直说起你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还有先低的，你起这么低，我后边唱不痛快啊。行，好，憋的人难受。一要再高点，再高点。一要再高一点。哎，高老师，高老师啊，我提醒您一个啊。啊，您说这就不低了。后边还有一高腔，那是翻上八度唱，那个高，您得想着点那个。跟你有关系吗？跟 我就问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没关系啊。你要不唱，你唱来。我上不去。对呀、啊，是他唱前的，我接后的，这里可没您。我提醒您，既然来到重庆，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么热情，啊、我让你 啊小刀拉屁股。怎么讲？开开眼儿啊、来。我遇不上好人了，听玩意儿吧。下刀的时候留神情侣裤衩。哎，好嘛，对，没有。一要，哎，再高点。一要，再高一点。一要，再高一点。要。你吃了砂纸似的，来不了了。你才吃头发呢，你啊。高点，尽你所能吧。差不多得了。嗯。要，一要。哎，行行行，凑合。学呢？哎，泰山顶上。这洗牌来了，一轻松，注意啊，一轻松。行，谢谢。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的，还握手呢？你先伸的手啊！我先伸手，别唱了，别这鞠躬乱七八糟弄这个。怎么样？唱多好啊？我听见什么了？就多好啊！这讽刺我！我净听这你大便干燥是怎么的？
你看看这怎么您这路语言呢，让人没法接受。我唱挺好，我就没听见。什么唱挺好啊？这人你说咱白唱了，他没听见啊？他说他没听见。什么？他没听见？大点声！你看耳朵都震聋了。哎呀，真高啊，真高！你们这都真的假的呀？我们再来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太棒了！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这回认真听。穿穿穿穿！哎，保持。林海，你看。这意境，气声唱法，我这一呜就完了。哦，好，彪悍，仔细听啊，小悍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各位都是内行，京剧发源地。哪儿叫京剧发源地？京剧跟小面的发源地，没错。你看看，这都去过京剧发源地，都是内行。哎，认可，嗯，认可我的演出。行吧，行。怎么样？您给点评点评。你还非让我给点评啊？你看我挺尊重您的。得了，谢谢您吧。啊，您这个艺术，反正网上有两个字词汇形容您的艺术啊？怎么形容？就是蛋疼。就。你这路人呐，这个没有什么文化。哎，下刀是拉歪了。哎，对。还是赖我，赖我，赖我。高老师，咱们再唱一个。哎，我还上瘾了。咱们再来一段这个，好不好？哎，太棒了！就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。嗯。嚯，你看多好，手表并重。来吧，来。哎。走。哪出戏？您这是？早说呀，我忘了。您再唱一个。嗯，我给您编一个啊。哎哎。玉井川四郎豪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。红灯记，来。这回彻底没声了。嗯。嘿，好戏。哎，看连他都得鼓掌。怎么样？行。哎，这反正你怎么说呢？嗯，就反正您这玩意儿，就这儿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等我拿馒头去啊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这太不像话了，你这都什么评语这是、啊、这什么玩意儿，轻视艺术，哪儿就艺术、啊、这一般人可来不了，谁都能来，这玩意儿你甭说别人，你能来吗？谁都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、啊、那太好了、啊、大伙儿鼓掌，让他来一个，你来，你躲着，你说嗓子不好，高腔我唱不上去，这没关系、啊、这不出声我还呛火，有什么来不了的。哎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这路态度，你说说、嗯，喊嗓子吧。嗯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还行，还行，嗯，是个调门啊。行吧。啊，哎，再高一点。哎哎，啊，嗯，尽你所能吧。这你学我就好不了，听着吧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开始了啊。嗯，哎。一见公子到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门，please it's your turn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不是，来，嘿，我跟你，不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吗？啊，没拿馒头，你看看，喂，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怎么？啊、哦？怎么样？哎，嗯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你倒吹呀、啊！废话，不谁都行吗？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怎么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就高啊，啊，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真高了，谁也唱不上去。嗯、哎，我可以试一试。你行，有行的。行，你行，你来，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。我还唱前面，来，高点给他起啊！哎，听好吧，来吧。嗯，对。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真好。你扯我干嘛？哇，好棒哎！别鼓掌。哎，你是不是以前在宫里上过班？好家伙，捧我干嘛？你接着我这唱，往下来呀、啊。站立宫阿
几点了，你们还不回家？就是。没有家。哎。哦，你们住哪儿呢？就住这儿了。嗯。晚安。嗨、哎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他拿话往这领你，你看见没有？啊、呵，你们可得意了，有男有女的啊。嗯。那个，赶紧演一会儿，还得吃火锅去呢啊。就是。有没有人跟我去吃个夜宵什么的？那个男的把手放下！什么人呢？今年其实真的是演出很少，是啊、然后除了国外，日本演了哈，然后十一期间是东南亚巡演，对，然后后来又去了台北跟澳门，然后国内上海啊。重庆啊，反正有这么几个地儿，三四场，哎，不然后11月的中旬北美加拿大巡演，哎，都12月中旬差不多才能回来，嗯，啊，反正这么多地儿我挑了挑，嗯，我说重庆我得来啊，饭也好吃，人也好看啊，哎，我说我们得去啊，那是，待会儿演完了咱们仨外边，吃饭去啊，哎，好，咱仨上解放碑怎么样？哦、你们俩谁能把解放碑拖下来？你来吧。来不了。北京都能驮碑啊？我驮什么碑啊？没听见这句。今天来这儿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是有了您认识，有了您不熟悉，我把他们叫出来，咱们再认识一下啊。我们这台上今天主题就是西红柿炒鸡蛋，把那边头一个啊，咱们介绍一下高峰高老板。哎，挨着他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，嗯，这都是我徒弟啊，朱瑞松、朱鹤松，八个名字啊，靳鹤兰。小时候小名叫胖子，大了大一点都不胖了啊！来，这是我徒弟，哎，往前站，长得跟冬瓜似的这个啊，对，郎鹤炎，来，张鹤伦，我喜欢什么的都有啊。这主持人邵侯爷侯震，咱们集体唱几句吧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德云社有一个大西厢啊，这个是。过去一年才唱一回的啊，那关键他长，一唱四五十分钟，怎么办？得100多人，得锣鼓家伙。今儿也没带这么些人来，掐一个小曲牌吧。好，大西厢都知道，张生啊、莺莺、红娘仨人的爱情故事啊，仨人的爱情故事，有红娘在里边穿针引线，其中有一个小曲牌叫《云苏调》啊，我领着唱，你们大伙儿一块儿合苏，好，咱们热闹热闹啊，一块儿啊。次日清晨，辞别了老高命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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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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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办案人等上了伯龙马呀！哎哎哎哎哎！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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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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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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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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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下面请您欣赏电影《风云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好家伙，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。你说你买着半截菜，你上这儿干嘛来？嗯，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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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次演出啊，弄得都跟进货似的啊，全是礼物啊，来就来吧，就别花钱了。是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我喜欢什么啊。是啊，有一种东西叫转账，听说过。嗨，谢谢谢谢啊。嗯，来到了山东，好开心啊。呵，观众很热情，很爱搭下茬啊。嗯嗯，这说明认识咱们两个人，都熟悉啊。嗯，这个。刚才是烧饼跟曹火阳这小哥俩，我的两个小徒弟，嗯，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换上我们俩人来了。是，这个山东是每年都来的，一年一次，哎，一年一次。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啊，我叫郭德纲，那么客气，啊，谢谢谢谢，嗯，这次来济南呢。我来之前，我其实我还想，我说你先等一会儿，每年都要去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哎，好的，跟您商量点事儿 啊。以后你要不介绍我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多别扭啊，这个就不用介绍了。怎么呢？中国相声界的中流砥柱，姓于名谦，字麒麟。因为那个您啊，于麒麟想什么呀？等会儿吧。啊，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了？你跟他不一样，当然啊，啊，他行大啊，我行二，我要批评于老师，怎么了？还批评我？真的真的，嗯，你不要像某些个相声演员似的，嗯，在伦理辈分上去找一些个包袱和笑料。您这儿说我呢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。哦，你看，比如说两个小孩说相声，嗯，一个五岁的，一个六岁的，嗯，站在台上。啊，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爸爸，天天就这叨叨叨说这个，嗯，观众一定会觉得很厌烦。对了，人家不爱听，这俩孩子怎么这么讨厌？这贫不喜欢。哎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，嗯，谁是谁爸爸就无所谓了。对，那不行。什么岁数，这个事儿也得弄清楚。嗯，姓于名谦，不叫麒麟，啊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。过去的人可是有这个哈。有什么呀？姓张名飞，字翼德。嗯，姓岳名飞，字鹏举。啊，您说那个是字啊？这现在起名字不讲这个了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取消了。您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没有。嗯，太不厚道了，你这。这个我要得跟你们说一声，我小儿子英文名字叫安迪，啊，啊，你哎，怎么着？你没有英文名字？我没有啊。我没给你起一个吗？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？我凭什么不给你起一个呀？嘿，那您的意思呢？起一个也行啊。那就随便，您出门以后你也方便。那您打算我叫？以后你叫乔治。乔治，啊，你姐姐叫佩奇。嗨，好家伙，我们姐儿俩还都是社会人，你看。哼，你没看网上不说吗？啊，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声送给社会人嘛。哎呀，嗨，哎呀。谢谢吧，谢谢吧，咱就别当社会人了，社会人都让人砍死了。嗯，于谦，于老师，您别客气啊。我那小儿子真是叫安迪，这大伙儿都知道，已经四岁了，是很感慨。怎么呢？你看一晃，你看郭麒麟二十多了，嗯啊，他都四岁了，这快，真快。嗯，在家我跟他说，我说你长大了，听话，嗯，哦，不许淘气，这是教育孩子，不许撒谎，哦，撒谎会长长鼻子。怎么还他跟这么说呀？嗨，你说跟个三四岁的孩子，大道理他听不懂，
还小啊，木偶匹诺曹，对，这是一个童话故事，说瞎话撒谎，鼻子就长了，对，长长鼻子，大家都不喜欢你啊。教完他之后，带他去动物园去玩，好啊。进门看见大象，他急了，怎么呢？你不要脸呐！谁呀？撒谎了，说大象，这叫童言无忌，小孩天真。看看他，再看看咱们，嗯，老了。那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咱还不老？我认识他那会儿，我们都十多岁，还年轻呢。于老师嫩的都不行了，嗨，不至于，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。您也轻点掐就好。记得那会儿都爱的哟，谦儿啊，哎呀呵，啊，好嘛，嗯，一会儿，您这掐在水管子上了，嗯，一掐脸蛋他吐唾沫，哎嗨。现如今再回头一看，嗯，都有白头发了，就是年龄大了嘛，土埋到眉毛了啊，到眉毛了，嗯，没听说过，埋过去了，埋到上眼皮了，不对啊，土埋半截了，土埋半截了，对，人是倒着埋的，哎，好，还不如埋在上眼皮呢，这个哎呀，一晃小的时候就跟在眼前一样。那是就那么快，真的，我认识他那会儿我才十几岁，这都年轻，那会儿就纳闷，这个说相声的人里边怎么会有这么有钱的人呢？怎么我有钱哦啊，我记得他戴着一个大戒指啊，特别绿，那个宝石叫祖父绿，嗯，哦，啊，你祖父绿有这么大个儿吧，这不是大小的问题，嗯，那叫祖母绿，让祖母绿的，那还是祖父先绿的呀，这个家务事我们不管，不，哪有家务事儿 啊那名字叫祖母绿，正字是祖母绿，没错了，记得特别清楚，这么大个一个，那是真绿，嗯嗯，胸口还带着一个翡翠的牌子，那也是绿的吗？那个水头都荡漾，水头怎么还能荡漾？走进来一看，风油精，嗨，哎呀，我说怎么荡漾呢，这个，嗯，我带着它倒不招蚊子，那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兄弟，大约有七八个人，就一小撮，就天天跟着谦儿哥混。我大几岁，就是我们的老大哥，对我们真好啊！吃饭他花钱，就你瞧，又提花钱，喝酒他花钱，应该的，喝茶他花钱，有钱嘛？哪怕去那个地方，也是他花钱。不是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哦，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你以为是哎图书馆呢？嗨，咱就别打哑谜了，来回猜。对我们真好啊，应该这样。兄弟们都听哥哥话，哦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嫖。好家伙，我把上下游都占了。嗯，走，今天带着你们去泡温泉，这可是高消费了。带着我们一帮小兄弟啊，到那儿去，今天还泡不了了。怎么泡不了？锅炉坏了。哎，那是温泉吗？那个，嗯，水太凉了。明儿来吧。好，用锅炉烧的。咱们上别处去玩吧。上哪儿玩去？带着我们上动物园啊，随便去吧。一进动物园，看见大象，于老师急了。怎么急了呢？你不要脸呐！哎，撒谎了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吧，我的父亲告诉过我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不许长长，我爸爸说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咋我这不是老大又老二了？你看这老争经这个就没意思了。谁争经这个？那会儿天天看他花钱，我后来劝他啊，我说谦儿哥，您这个花钱如流水一般，我也不知道您家祖上是李莲英啊还是崔玉贵，你说非是太监不可吗？你看，要不然不能这么有钱呢。啊，哪怕是一座金山，嗯，也会有花空的时候，那叫坐吃山空嘛。您应该干点什么？哦，这是劝我干正事儿。呵，嗯，谦儿哥这点特别好。怎么呢？听人劝，下三滥。哎，下三滥啊？什么叫下三滥呢？谦儿哥决定拿出钱来啊，自己做一个电影公司，要拍电影。这我刚要下海就干这么大的公司，这就叫魄力。混的，您是捧我，这不是一般的人，啊，这是个畜类啊，拔萃的人，嗯，
我怎么听着我不像人了？这个畜类，畜类拔萃，畜类，畜类啊！我上哪儿去？畜类那个畜类 啊，没有畜类拔萃，就是很棒，是吗？私人的公司拍电影并不容易，那当然不容易。首先说，你得有好剧本，剧本一剧之本嘛。于老师有一个朋友就是做编剧的，是编剧还不错吗？哎呦，学历很高，什么学历啊？马小毕业。做麻辣小龙虾的呀，那还不如卖把子肉的呢。不是，嗨，不是，马小是什么文凭？马小，麻省理工附属小学。嗨，哪儿有附属小学吗？那写过很多好作品。有什么知名的吗？写过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专题片儿，啊，叫什么呀？舌尖上的足疗。啊，多恶心呢！这片子拍的，人这戏写的咸丝丝儿，嗯。那就是该洗了，那就是，特别棒呀！还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电影，名字是《罗密欧与罗密欧》。哎，俩罗密欧啊，俩罗密欧。罗密欧跟谁？罗密欧与朱丽叶。罗密欧与伽利略。谁？伽利略干嘛？罗密欧与祝英台。不对，罗密欧与小白菜。错了。好，罗密欧这娘们逮谁跟谁。哎，好，这太乱了，这个。哎，还写过一个古装片，这是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贱的一个大太监说明天见。这片子怎么太贱了？哎，这次一听说于老师要拍戏啊，拿出了自己心爱的一个剧本，哦，一个文艺题材的电影。嘿，名字很棒，叫什么呀？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嗨，不是这个名字后半截太水了吧？这个，于老师感动坏了，是吗？太文艺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啊。这是不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啊？我就是他娘的蛆呀，啊。什么名啊？这是决定了。嗯，我就拍你这个故事了。哦，用这本子了。编剧说这就对了。什么呢？我保证。哦，只要用我的题材啊，这个一定会成为史上最好的电影。史上最好，那就是说这事儿成型了呗。这就明白了。你说成型了，嗯，编剧把这一坨剧本就拿一坨剧本呢，叫什么？一摞剧本，一摞剧本，这一摞好，一摞没有这么摞的呢。啊，别比划，剧本有了啊，接下来需要找一个好导演。导演很重要，主要是导演嘛。是是，这个导演是一个跨界的奇才。哟，怎么叫跨界呢？最早的时候他是一个律师。哦，怎么不干了？哎，业务太出众，被那个行业所不允许。哎，业务出众应该重用人家。他业务太出众。您举个例子。你看他做律师的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案子要判8个月。好，哦，这个要判一年。嗯，这个一年半严重到他手里边啊，最次死缓。哎啊，哦，往回判呢，他给有两个随地吐痰的，经过他一处理，在马路上就枪毙了。好家伙，就地正法了，双手沾满了客户的鲜血。哎呀，嗨，那是别干了，杀人如麻一样。这轰出去，轰出去吧！全世界律师协会说，这个家伙不可以在我们这里了。对了，太残暴了。哦，所以出来之后呢，就改行做过一段时间的微商。哦，微商做微商做得怎么样？3天挣了70多万。哎呦，那还是会挣钱。他净卖假货呀。卖假货人家挣70多万呢。卖假货人把腿砸折了，保险公司赔70多万。嗨，那跟微商有什么关系？请他来做导演，他行吗？他很愿意。哦，就定下来了。哦，当务之急需要找投资方啊。对了，有钱才能拍戏呢吗？拍戏得有钱呢。是是是，来了这么一个投资方大老板。他有钱吗？太有钱了。怎么叫有钱？古玩商店趁8家。嚯，卖古玩趁8家店。你要说饭店你开20家啊，不算什么。那小饭店没多少钱。古玩店嗯，开8家，多少钱？古玩2元店啊。2元店有什么古玩呢？一进门啊，给你一塑料盆啊，盆往里边放呗。哦，走的时候结账或者按金腰都行。好嘛，但是那个盆不能拿走。那盆呢？那盆值7块。哎，好家伙，这古玩还不如塑料盆呢。这老板乐了。
嗯，哎呀，卖古玩是我闹着玩的，开玩笑。哦，不是正经买卖。本身我是一个电影艺术中心的副新长。我都头回听说这弦儿，副新长，你没听说过这个身份吗？没有，我听说负心汉。你看看，这个人不接触社会，社会有负心长。这位是山东的山长，山长，这济南的南长，什么呀？这都是副新长，没有，这都叫名吗？副新长说了，啊，谦儿，你到我这里来一趟，干嘛？我们好好谈谈剧本。哦，要见个面。于谦去了，那当然。一进门，副新长可开心了，是吗？来了，哎，脱吧，哎，嗯。错干嘛呀？这是还没电影，还没拍呢，就潜规则呀！这个，你看呀，啊，净想好事啊！不是什么好事啊！人家一进门有一小鱼池，鱼池是池子里养了这么大的鱼，很多。这鱼是脱了鞋跟袜子泡脚，鱼吃死皮。哦，现在温泉里边倒有这个。哎，俩人一边泡着脚一边聊天，是是。那个小鱼吃脚皮，很舒服。副新长说：“你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？”嗯，啊，叫。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行了，副新长感动了。哦，太棒了。嗯，是不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？哎，怎么这还有人抢了跟我？你看，二蛆相争必有一伤。这谁跟他争啊？啊，不争这个。好的，这个戏我决定了，我来投资。听见什么了？他就给钱了。你看，开瓶酒，咱们庆祝一下吧。哦，还热闹热闹。俩人擦脚、穿鞋、穿袜子，坐边吃饭。嗯，开瓶酒。菜来了，热气腾腾一大盘子放在中间。什么菜呀、啊？红烧小鱼儿。哎嘿，这时候吃这个，一吃咸丝丝儿。哎呀，哈哈，哦，嗯，不错不错啊，味道好。吃饱喝足了，嗯，于谦说：“咱们再泡泡脚吧。”哦，副新长说：“泡脚可以，嗯，鱼可没有了。那鱼呢？咱们都吃了。”哎呀。太别扭了，这个万事俱备啊，接下来需要找演员，演员很重要，找了一个女一号，女一号找得很漂亮吗？一般。哟，怎么一般呢？女一号找了一个模特，哎，模特就很漂亮了，车模，你不懂，车模更漂亮了，叉车车模，叉车还要什么车模啊？那个气质相符。气就老往外面那么舔着，那是那是啊、哦，还行。这闺女反正就是，嗯，就是有点罗圈腿。哦，这个在衣服的版型上找一找，看不太出来。怎么找也找不回来。她穿什么那么显啊？她这个罗圈腿，她穿个旗袍啊，腿在外头。嚯，坐在汽油桶上了，这女的，背上个发动机就是一辆车呀。好，改车轱辘了。嗯嗯，这个脸长得能看。哦，好看。哎，要是去整容吧，2块钱就够，那就不用怎么整。坐公交车1块钱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1块钱回来。好家伙，没有什么整的必要了，这是。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，那她呢？看起来很好笑。嗨、哎，是不怎么样。所有人都不同意啊。那是。谦儿说就用她了。我怎么那么坚持啊？我喜欢。为什么？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。哎，好，这叫什么理由？这是。这个女一号就凑合了啊，凑合。男一号得找个好的，得互相弥补一下。找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，那肯定特别帅。哎呦，这个韩国的演员很棒，是不是？姓朴，这名儿怎么又那么别扭？你看有人乐啊，这啊，你们不能这样啊。怎么？人家这个姓朴，人不代表了什么？因为在韩国，姓金呢、啊，姓朴这算大姓。哎，他这个他姓朴。哦，他那叫什么呀？不成。哎，你看这俩字搁在这姓后头，这名就显得很正直了哈。嗯，后来有人跟他说，说以后你老憋着在中国发展，就你这个姓儿，你这个一定会引起来这个争议，这闹笑话也。你就换一个艺名呗，起个中国名字，找钱孙李挑一个嘛，随便嘛。结果他挑了个钱，钱就听着很富贵了。打这起他就姓钱了。哦，叫什么呢？哎，叫不够。钱不够，哎，我说怎么朴不成呢？你知道？嗯，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这什么词儿？不是，你这名儿太难听了。你别看这名儿不行，在韩国可是个知名演员呢。啊，有名吗？哎呀，得过韩国金烧鸡电影奖。嚯，做熟让他拿走了。啊，好咸丝丝儿。哎，就别提这咸丝丝儿。
很棒很棒的，嗯，是一个很爱惜羽毛的演员。怎么叫爱惜羽毛啊？就是导演差一点他不拍，哦，剧本有问题他不拍，严谨，合作的伙伴不好他不拍，挑剔，哪怕灯光音响化妆哪一个部门达不到满意他都不拍，那是爱惜羽毛，太认真了是吧？三岁出道闲了52年，对，没拍过呀，这一直没拍戏，合着净跟家待着来着。哦，爱惜羽毛嘛，啊，什么爱惜羽毛？每天以喝酒为生。哎，怎么还喝酒啊？早晨一睁眼放那儿一箱啤酒。哦，一箱啤酒多少瓶？那大箱的24瓶。哎，这24瓶啤酒喝完了睡觉，这酒腻子呀。这天早上起来一箱啤酒放好了，一数24瓶满的，刚要喝，于老师来电话了。我找他呀。一接电话把他高兴坏了。啊啊啊，怎么着？吉林大米比黑龙江大米大四米大，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嗯，说什么呢？这是吉林的大米啊，比黑龙江的大米大4个米那么大。嗨，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？废话，我可得会啊。不是，他就这么说啊。很高兴。哦， 哦一高兴，没想到，嗯，脚底下没站稳，咣的一声坐在啤酒箱子上，好，差点摔着。站起来，回头一数，嗯，还剩23瓶。哎。行了行了，别数了别数，行了行了，别数了，嗨，啊，别数了，嗯，怎么喝都是喝，啊，大瓶的，哎呦呵哈，就没有比划的了，还没开盖呢，行了，不用，赶紧送到医院去了，啊，大夫吓一跳，嗯，呼，这家伙怎么坐得这么直啊？好家伙，有衣服架子撑着呢，那是啊。拿那个 X 光一照他，啊，坏了，怎么已经上到扁条线了？好家伙，这喝完酒差点上头。那是啊，嗯，用不了了，那就别拍了呗。消息传来，于老师急了， 啊，干嘛非得用他？那用谁啊？我自己来。哎，对，我自个儿也能演戏呀，啊，我也可以啊。啊，你们不相信，给我搬箱啤酒来啊，对吗？我什么可以啊？我一气儿我能2瓶都可以。哎，好家伙，对吧？我倒是够宽是吧？啊，这不是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要强的人您是？废话，我什么可以？我演戏可以，自己花钱呐。对，我捧我自己，啊，哎，啊，自己演是吗？但是导演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导演说你脸上有皱纹。有皱纹，这是年龄问题。你跟我想象中的男演员在年龄上啊差1个星期，嗯，导演是不是过于严谨了？你看，给于老师送到美容院，往脸上打一泡尿。对，打一泡尿，谁美容去打一泡尿啊？往脸外行，好多小姑娘脸上打一泡尿，我就嗨，你理解错了啊？什么？听错了啊？那叫打一针玻尿酸。哦，打往脸上泼尿，泼尿，泼尿干嘛？不是泼，玻尿酸，尿酸，尿酸的，你喝了？我喝那玩意儿干嘛呀？你怎么知道酸的？谁说酸？山西人的尿吧，是吧？哪儿叫山西人的尿，啊？山西人的酸的啊？湖南人那是辣的啊？不行，四川那麻的，就不用说了。啊啊啊，那针的名字叫玻尿酸。打完之后脸平整了，就是管他用的。万事俱备啊，可以开机了啊，这就可以拍了。大型文艺电影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人家的蛆。哎，行了。明白，知道了。这个故事很简单，嗯，发生在古代的一个爱情题材。我喜欢这题材。王子爱上了公主。那我们都演什么呀？哎，那个模特扮演的就是公主啊，女一号。您扮演的就是王子。嘿，我这男一号。王子的名字叫啊，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这个尽量在台词里少出现。嘿，哎，嘿，啊，第一场戏就是站在山的拐角处。哦。王子呼唤公主，我叫他。各部门注意，嗯，预备开始，开拍。王子说词儿，我的。于老师说词儿，好。苍天大地，嗯，老少娘们儿们，啊，娘们儿们啊，老少爷们儿们，有爷们儿就有娘们儿啊。好家伙！啊，我的公主，嗯，我是你的王子，是我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哎呀，这台词要合起来，你快出来吧！出来没有，啊？话音刚落，公主出来了，给面啊！她可不是走着走，怎么来的？骑着大象出来的，够气派，啊！一看大象，王子急了，我说什么？你不要脸呐！怎么又来了？